Hello， 曼斯，冇谂过喺呢个咁嘅情景底下同你倾偈，我都冇谂过。系咯，但系上一次好多谢你哋参加即系观星阵，亦都俾咗一啲好好嘅经验，我哋其中一啲 researcher， 咁我谂系一回事嚟嘅。咁作为你啱啱喺英国，你都仲读紧书系咪？喺英国喺比利时，喺比利时 ，OK， 系读完好耐啦，OK， 系啦。或者你介紹一下自己啊？你而家做緊乜嘢啊？咁我而家我會話我自己係一個從事表演藝術嘅工作者啦。咁我就呢幾年以嚟，我都係做表演者比較多嘅。咁但係就而家慢慢想開始自己創作。咁我以前我自己讀書嘅時候，咁係主修舞蹈，即係主修當代舞。咁就喺演藝學院啦，2010年畢業之後就去咗比利時嗰個表演分Paris 嗰度讀咗兩年，咁跟住之後就唔知道應唔應該繼續跳舞好，咁就去咗，咁就去咗跟住機緣巧合之下就去咗嗰邊比利時一個大學裏邊讀。一個哲學的課程，係啦，咁就之後就邊讀邊工作咁樣咯，咁跟住又開始即係 freelance 咁樣從喺嗰邊從事表演藝術嘅工作，喺歐洲咁都即係 freelance 都係喺嗰邊，都係幾個國家唔同國家咁樣周圍走，但係主要而家都係 base 喺嗰一邊，但係就都仲有好多空間嘅，即係未來都未係。系啦，未系好确认，仲寻找紧一路。其实都几大嘅 shift 喎，由舞蹈去转为读哲学呢件事，我都即系好少听到。可能喺其实都唔点讲咧，好似喺因为喺嗰度读咗两年之后，就有好多疑问嘅。可能系一个都系文化上嘅冲击，即系除咗你话学校对舞蹈美学啊，或者对。表演藝術呢一回事嗰個成日嘅好去質問去提問啦，呢一樣嘢之外，我覺得可能成個因為我覺得嗰樣嘢我自己覺得點解唔知想唔想繼續跳舞，係覺得跳舞究竟即係我自己有個 existential crisis， 究竟有冇用咧？即係嗰樣嘢，以咁樣嘅方法從事表演藝術，以咁樣嘅方法從事表演者，其實呢個都係即係嗰樣。不肯定就觸發了，可能是開始問問題，就開始都是因為去了不同的環境之下，可以有些距離又有些空間，因為以前在香港就一直覺得這些是必然的嘛，就是讀完就去做這些事，然後就去，就是理所當然的一回事，但是究竟跟那個文化，跟那個社會，或者跟世界，或者跟自己那個關係在哪裡呢？所以有這些問題，是不是你講到這裡，其實正正是我們觀星人想剩下來，就是給香港的 artist 一個不是只是去做創作或者生產的狀態，而是剩下來去問你為什麼要跳舞啊？你為什麼有藝術行動啊？這些東西跟你的文化跟你的社會有什麼關係啊？這樣，但我發現在這個土壤上面真的很不容易，是不是一定是要离开这个地方才回来？这次譬如你离开了，你这次短暂回来参与了我们这次的开放工作坊，令你 想到一些什么？其实我很认同，现在都是其实我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今次回来啦，这段时间我都参与了香港其中一个创作啦，咁係令我思考一個問題嘅，我係完全一翻嚟已經一嚟唔適應啦嚇，有一個 overwhelming 嘅時期，覺得係嘅，真係喺呢個土壤上邊係，即使要發問呢啲問題都未必係咁，即係嗰個係一個係一種唔同嘅文化。咁你頭先所講話。你剛才說什麼？我其實就說你離開了，你回來，我是不是必須要離開？
開係係呢個呢、這個係真係一個我而家其實我翻嚟都係想自己面對翻呢個問題咯，即係我其實我個我翻嚟係想嘗試 reconnect 嘅，即係我覺得有時候人哋話咩放咩放手俾放留咩放放下，其實係即係可能離開係其實一樣解脱或者一樣比仲容易，其實留低更加困難。咁我自己翻嚟就面對我自己都面對到呢件事，面對緊呢件事咯。但係我自己有陣時覺得，一個月兩個月究竟係咪可以好真正正去體會到咧？所以都係其中一個原因，我嚟參與你哋工作坊，即係想睇下，即係感受一下，無論唔係話唔係話淨係一個 event， 係呢度嘅，其實都係感受呢度嘅人嘅文化，而家佢哋關注緊嘅咩啊？嘅人嘅態度啊，或者點解佢哋會嚟咧？係咪因為生活上缺乏咗一啲嘢？定係其實都或者知唔知道自己生係因為生活上缺乏咗一啲嘢因為我覺得好多時候其實不斷去做創作，我對我自己嚟講啦，其實係一路係尋找緊一啲嘢，即係因為係覺得其實好籠統咁樣講，可能就係一個精神上嘅。精神上的出口，或者是一種，因為一種是不是一定要叻才要去做呢？或者因為我覺得在香港也有另外一種文化，我都覺得即我現在住在黃大仙即城市當代文化中心上面，樣一直到去我都覺得很多那些賣衣服那些即可能上一代的人他們好像真的他們其實可能是沒有這個缺口，沒有這個精神缺口，他們覺得即可能你跟他講這些東西，或者跟他們去探討這些東西，其實他們未必有這樣的 need 和 desire。 那當然到我們下一代，到我們這一代，即 我自己是88年的，那80-90年代了開始，即整個經濟整個社會轉型了之後，是不是就開始有這個精神缺口呢？我們是不是需要這個精神缺口才去做創作呢？這個問題無論是在香港還是在國外，我都有一樣這樣的問題，不過是在一個不同環境底下一個問題。因為在外國人才去到一些自然，即是一些 nature 一些自然的地方，覺得其實需不需要做創作呢？其實我覺得自然界已經比較，即無論是 beauty， 無論是 inspiration， 無論是 knowledge， 無論是即已經很足夠我在想，如果我去到一個地方，這樣的地方，我需不需要去，我需不需要用表演創作呢？是不是那樣東西，是不是就是說人與人之間的東西呢？但其實有很多問題，所以可能我不知道答不答到你問題，是不是一定要離開？我只是可以說現在仍然是一個問題，我自己都很想，我想我都是用繼續，不斷去再尋找，我覺得是有趣的。但是你是都是香港成長，土生土長，是嗎？是啊，土生土長。其實你離開了多少年？現在第9年，2010年。不少時間了，這段時間。不短時間。即是9年真的不短時間。不短 如果你說2年呢，忽然之間會變成你現在那種狀態呢，我就覺得嘩，是這麼匪夷所思的，但是9年可能是真的很不一樣。是啊，兩年我2年那時候也有打算讀完，其實我是有一個我讀完那個 parts 之後就是有一種迷失的，完全迷失的狀態咯。所以就覺得回來的話，我就一定要，我又覺得未 ready 去面對，因為我未找到可能另外一種叫做，是的， 我回答不到我當時要走，我當時走是是那種覺得即如果我當時是是的，如果是 honest 地說，我當時覺得如果我不走的話，其實我應該會轉行的了。 OK， 是的，那當時我又覺得讀完 part 之後，所以我是一個不斷離開的人，即是我讀完 part 之後又覺得
我如果我冇读 philosophy 嘅话，我可能都系转行噶啦，即系我可能都揾唔到。我其实系不断去揾，其实我而家到而家呢个阶段，即使你话九年，都仲系不断揾紧，做表演艺术嘅原因咯，或者话咁呢个原因系我而家可能即系近呢几年工作，咁就每一次去做创作，或者每一次参与创作，都系一个。一個尋找的過程，對於我來說，咁跟住再喺嗰邊可能會再，可能佢哋嘅文化關係啦，即係再會好好容易就會去問到，咁係嘅，你表演咗你點樣，即係究竟你講咗啲乜嘢，你同咗啲乜嘢人講，你改唔改變到社會嘅一啲嘢，未必一定話係睇到嘅嘢，但係即使係心態，即係佢哋。所以雖然話嗰邊就係話，即係其實每一次做表演或者一個作品，每一個作品都應該係 political 嘅，即係 in a way 係 fight 緊一啲我哋好似已經叫做咩啊？社會嗰種潛移默化或者大家即係一個默認咗嘅一啲 norms 嚟去 challenge 佢。咁我大致上而家都係在那個我只是在表演那件事上面，但你說那種形式怎樣去 share， 怎樣去接觸真的普羅大眾，怎樣去 share 這一件事呢，其實可能有很多其他方面，就好像你現在說就是觀星陣，這個都是一個手法，去怎樣去推薦，不是只是 artist 本身在那裡沉迷，在那裡迷思迷惘這件事，怎樣可以令到更加多人可能那個那個生活上面都會可以有這個自由，其實可能就是想 share 一種思想上的自由，那這一種其實我覺得是 很根本上面是一種 political fight 來的，所以香港我現在是我都覺得情況是不容易的，其實我都很佩服在無論是我現在身邊做到我的 project 裡面，或者可能在我熟悉的舞蹈公司裡面，再我聽翻其他再其他的表演藝術，劇場我覺得都是在一個很不容易的階段，我相信，但是我覺得更加好像我感覺上更加需要Hello 不好意思啊，所以我覺得在但我覺得就是因為在這些時候更加需要我們去想和我們去團結有這種興趣的人，還有或者將有這種興趣的人將他的認知的層面再大一點，知道我們不是只是做表演藝術給自己做表演藝術的人看，或者不是只是那班人怎樣，是的，就是怎樣去推廣這件事，怎樣可以真正做到有所謂 changes， 不一定要是很 radical 流血的 changes， 其實是跟教育，即這個我覺得跟做教育是很相似的，不過這些是的但其實這個是很難得的，因為我們整個譬如你演藝學院畢業，你都很清楚是很容易進入只是一種技藝的訓練，但是個 mind 其實是很多時候我們都未開始，是吧？但如果我們說藝術行動，它其實不是只是做一個表演那麼簡單，它是跟人分享一種看世界的可能方法，provoke我們去重新可不可以有不同的角度去切入，去關懷或者去觀照一些事呢，這樣。作為一個藝術行動者本身這個眼界，你覺得過了九年你再重新回來，你覺得這個土壤上面是不是需要可以重新整理栽種這種這樣的思維，令到可以更加多人不是只是在這裡表演，而是說它的藝術本身可以在個文化構成上面多了一些很不同的氣味。嗯，我覺得這個是當然的，即係呢個係必須，我覺得係必須嘅。即係如果真係一個藝術行動者，即係講行動不斷 action 啦，
係嗰個 action 唔可以變咗係一個，即係如果講藝術，即係我係諗係一個，如果係講 action 係一個 creative action 嘅時候，係咯，我哋就唔可以代入一個即係嗰種叫咩流水作業啊，或者係機械式 mechanical 嘅 action。我覺得而家成個世界唔係淨止香港都 fight 緊呢一件事，即係點樣而家我哋好多時候其實係自己將自己物化咗。我哋嘅工作又將我哋物化咗，我哋工作嘅環境啊嘅 task 啊，所以點樣可以有呢一個氣味咧？我其實喺嗰日都令我諗咗好多嘅，即係參與觀星陣嗰一日，我諗係咪我哋嘅民族性質咧就係、是、比較或者我哋嘅語言啦、啊，都有影響。我哋嘅語言就唔會走呢一種思想方向咧。即係我哋嘅語言係咪就比較不，即係叫做咩啊？比較温啲嘅咧，係咪？所以令到我哋嘅思想方法都係會比較叫做講得好聽係圓滑啦，講得唔好聽就唔批判。但係。我自己又覺得啊，呢一樣嘢，即係我又聽咗好多人啊，身邊嘅朋友話，屋企人啊，即係講好似話雨傘運動之後，我 feel 我而家感受到嘅好似係有心嘅人，想要行動嘅人，唔想代入嗰種 mechanical action 嘅人，好多人有 good intention， 但係好似有一種無力感。不過呢個都係好 personal 嘅，因為喺我嘅環境之下，即係我唔可以話代表曬而家香港就係咁。咁但係我喺度諗啊，呢啲係我身邊嘅人點樣去係咯？點樣去令到你頭先話嗰個土壤嗰個氣味啊，嗰種可能嗰種認知嗰種 awareness 其實係 empower 嘅一件事。你 aware 其實自己有咁樣嘅力量，因為好多人可能覺得啊一個。一個運動叫做咩？可能冇叫唔叫做慘敗收場，或者一個即係唔成功啦 ，failure 就可能覺得，當然打擊一定有啦。但係繼續做嘅人，繼續做 action 嘅人，為咗啲咩咧？如果唔可以即係有嗰種，我自己係可能都有少少 naive 嘅，但係又或者可能嗰度即係我喺唔同嘅 culture 底下生活，可能。我自己喺度諗，即係我自己相信係一個 soft revolution 嚟嘅，即係好多時候其實點解我哋 empower 唔到，就係因為我哋冇咁樣嘅 awareness 啊嘛。我哋一路就做，以為一路做一路做表演藝術，一路做就係，或者我哋唔知道其實有一種力量，或者有一種力量可以去 share， 或者可以。係，即係講咧，老豆即係啊，點樣生命影響生命，或者即係 strength 點樣去，係咯，我覺得可能就係做咗嗰個形式，就變咗本身一啲 good intention， 一啲好嘅嘢，就變咗成為做做下，反而 lost 咗最初嗰、那個我做 creative action， 就係想要揾更多嘅可能精神上嘅自由。而我覺得呢一樣嘢喺。而家即係香港咁嘅社會底下，喺無論係喺所謂即係真係空間啊、城市嘅空間啊、物質生活啊，去到咁緊迫嘅狀態之下，加埋可能有一種對嗰個人生嘅人生自由啊、言論自由啊，都感覺到有壓迫底下。我自己當然我自己諗唔到一個即係。真即係點實實在在咁樣一個 plan 咯，但我覺得可能喺呢度，我覺得譬如好似老師，即係做緊教育嘅人啊，就算可能即使有陣時做緊其他服務行業嘅人啊，點樣去係咯？點樣可以點樣可以揾到呢一種？對自由的一種認知，但是我覺得
有時覺得可能有些人真的覺得不需要的，這個真的都是我自己的，所以我自己到最終我畫翻完，我都覺得哎，有少少比我民族性的反思，即是我現在讀去完之後，我有少少想去即是找回一些魯迅的作品啊去讀咯，即是我沒有，我想不到一個，即是我想不到一個即是很實質的，即當然現在我找不到一個很實質的解決方法，但如果我現在去做的事情，就可能只不過是給身邊繼續做緊創作的人更多的能量支持，大家一起覺得即就算少少的改變，你自己的改變，你怎樣這個表演可能少少的改變就可以令到有原本不入劇場的觀眾會來入劇場，他們突然間可能他們的思想上開了另一個層面，另一個方面，我覺得已經是即這些都要，這一樣都很重要，因為在感覺到這樣的無力感底下繼續做下去，留下的人怎樣可以繼續堅持咯，但是怎樣即是個人怎樣同一個制度的一個抗衡呢，這個都是很大的問題，也都是在全世界，我覺得在西方都一樣有這樣，即是整個民主制度都有很多問題但是你講到你講到那樣東西，即是一個人能夠慢慢 self-equipped 有獨立思考，其實已經是一個很寶貴的經驗，即我相信当你一个城市是吧，越来越多人相信自己是可以自我装备 去判断一些事的时候，我相信这种累积呢会默默之中十年二十年呢会改写一个城市的历史是，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因为在主流的文化上面我们很欠缺这种氛围，就是说我们透过艺术行动里面会不会去打开一些 alternatives，无论那个是透过表演、透过艺术行动、透过任何不同媒介形式性的东西。我你说刚才是原来核心都是要回应一些自己眼见到的可能是不公义啊，又或者一些很不寻常的意境。那我 address 大家一起去思考。其实香港就是正正是需要更加多好像你这样想的一些艺术行动者，但是斋谂都冇用嘅，你要著要行动。所以我觉得观星阵其实都是一个平台，可以去，因为很多时候很多人会讲，很多人会去谂，但是要实质去行动，我觉得所以那种有咁样心嘅人，有咁样 intention 嘅人，去互相支持同埋互相启发，因为每个人长处或者每个人嗰、那个。即係個 creativity 點樣？因為呢個社會即係你話主流文化係非常之強嘅一樣嘢。其實有好多人有啲觸覺可以點樣？可能好似以前咁樣，即係佢哋commercial 都用咗即係 semiotic 裏面嘅一啲手法去做廣告。我哋可唔可以？即係我覺得香港好似而家諗一諗諗下，我有一次唔知喺香港唔知睇完一個演出就話。你不知道做完一個訪問之後，我就說我終於明白到為什麼周星馳的電影這麼講到那種香港人的一種生活狀態，就是一種荒誕，一種極度荒誕無稽，一種即是 almost absurd almost surrealistic 的一種荒誕，為什麼可以這麼觸動到香港人，因為其實我覺得我自己有這樣的感受的，就是當一個社會去到一個極致极致一个好似不断滚动的一个机械的时候呢，其实就有这一种要你一定要用自嘲，一定要用什么，其实我觉得所以刚才我讲的那句话，人家以前在九十年代那时候都用广告都抄了一些即是 semiotic 即是里面一些手法，即是 Holland Bart 里面一些手法，我觉得香港其实这个主流文化里面其实很多些很精明的東西，即係好像在，不過現在其實都有看到有些作品是這樣的，即是可不可以我們藝術又拿回主流文化的東西這樣去玩呢，跟住可能這樣會不會可以更加接觸到，即是用這個手法去可能接觸到一般即是現在都市人可能內心
层面嘅一面咧，可唔可以即系触系咯触碰到嘅？系啊，期待你可以做多啲嘢，或者可以继续过嚟同我哋多啲倾偈。好啊，好啊，我都系系啊，即系、慢慢需要时间嘅好多嘢，我觉得需要慢慢去建立咁样。我希望你今次翻嚟都令我，其实香港都真系都变咗几多。在我三年前回來的時候，那個整個社會的 intensity， 哇，真是一絕，我覺得那種方，如果你真的因為有一個距離感之後再回來呢，真的有一種即是你會感受到一種 absurdity， 即是現在我已經開始慢慢，因為即是現在已經 adapt 了，但我一回來真的覺得哇，即是其實我覺得這個現象在所有的資本主義、制度之下的社會都有這樣的現象，但是我覺得香港那個 intensity 和那個密度和那個在這個這麼小的空間之下聚集了這麼多人呢，是將這件事其實哇真是一個 masterpiece。这个真的跟他本身由殖民地到特区政府本身就是整个教育的氛围，他就是拎走了大家的一种自觉性，你很快变成大家都是机会主义者，是吧，很快只是 adapt， 争取到更大的所谓即时回应即时回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大家可以怎样为应该怎样，当大家还揽住自己、的股票，揽住自己所可以增值的利益的时候、的确是可以很多值得我们重新想，即是你刚才讲到说、即是那种 compact， 是吧，那种压缩性。是啊，那种，是啊，同埋另外我都觉得剛才你說到那種即殖民地之後，我們 是 post-colonist 的社會，其實我在想現在我在想、其實都是的，有一點歐洲那邊的文化，其實他們現在都有自己 self-criticize 的，是不是一種 nostalgia， 即在資本主義社會之下其實你不需要所謂的你不需要 art， 即是消費，即是消費主義上面，其實你不即係因為呢個冇你剛才嗰種啦，即係即食即時被滿足即時嘅嘢，其實但係就喺嗰邊都有喺度 criticize 緊佢哋自己，係咪話就係其實佢哋做緊係咪一種就係 nostalgic 嘅嘢咧？咁我覺得好似可能係啦，因為喺香港就係可能。那種 nostalgic 都即對自己可能自己那個文化身份認同其實都是有一個 crisis 的時候，在這樣的、political 的這樣的狀態之下，即如果你說即他們就算 nostalgic 都 nostalgic 什麼呢，即是不是即是不是就是港英政府那陣時呢，但是那陣時又我們是一個殖民地嚟嘅喎，即係我哋自己嘅文化，即係我覺得係一個有少少 complex 嘅，係一個 complex， 係一個衝突嚟嘅。喺而家咁樣嘅，其實連特區其實都係一種後殖民嘅一個狀態底下，其實重複翻版緊，用另一個旗幟，但係個手段係同一樣嘅。我这个这一方面我都需要再去了解一下，即我其实都是咯，即是都有时在一个距离这样在那边留意香港的新闻，即是留意你国家的新闻，其实都一路在这里想究竟是什么的一回事，为什么我们的民族是可以不断地这样
在这种环境之下去继续生存，其实有没有改变的空间，有没有改变的余地，除了时间之外，除了young generation， 如果是 young generation， 我们的教育制度有没有改变呢？我们的所谓一个独立思考的能力有没有提高呢？其实这个就是很关键的。好啊，谢谢你文思。谢谢啊。我想这番说话其实很值得我们三思的，也都难得你可以分享的时候，我都希望多些人可以去延伸思考。好啊，谢谢你啊，都给我感受了很多。是吗？是难得，我经常觉得一直都很向往，希望多些做藝術、從事藝術創作的人可以多些這樣的 dialogue， 還有真的參與不同性質的一些行動，而不是只是搞演出、搞演出、搞演出。因為演出完之後，好像大家買完一些貨，然後就忘記了發生什麼事。是衛生工具這樣。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這一件事我覺得是無論是哪一個地方都是要不斷地自我提升。提醒我，因为是因为即是不断自省，究竟是可能就是因为我自己成日不断自己问自己问题，就话点解即系如果我冇去到就转行，我成日都话转行，成日都要用离开，成日都用呢一种方法，即系点解？所以做完之后就不断问，点解要做咗呢个创作？讲咗啲咩啊？接触咗俾咗啲咩信息人？即系改变到啲咩啊？除了自己，當然自己在度改變啦，改變自己的時候，係咯，點樣喺改變自己的時候改變別人？我覺得兩樣嘢係雙向嘅，即係喺做創作的時候都係。其實嗰個都可能延伸再思考，其實即係藝術喺我哋文化裏邊，好似嘅切入面咧，係好缺乏一個即係應有嘅厚度。而这个这么缺乏这种投入的状态的时候，它很容易只是它只是一些文娱活动而已，是吧？是啊，其实就变成另就是娱乐的一种，另类消费，另类娱乐，这样是啊，都不算另类。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回顾回你看看为什么在日本这个文化社会上面，就是艺术这么受到尊重，受到重視，同埋佢真係 empower 咗、enrich 咗一個唔單止一個城市，甚至一個民族，或者甚至 generations after generation 嘅一種想像。咁呢個就翻去我哋由中學、小學讀書，都從來都覺得藝術係閒科嘛，係咪？佢冇諗過佢係豐盛我們對生命的想像和思考的一個很重要的平台。是，這個是真的 long way to go 的。是，所以我也很，即是現在我回來有些以前的同學朋友做教育的，即是我也覺得，是的，他們都很即是很 reflective 去想這件事，想怎樣即除了一般的方法去即做興趣班，即這樣他們真的去想教育那回事。我覺得所以我真的即都很佩服留下，不過留下即改變，當然你離開是一個改變，但留下想要改變，我覺得這件事更加難，都是我自己的一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啊。好啊，希望你要找到你要找的出路。